陈妍希与陈晓因合作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坠入爱河，去年举行婚礼，并育有一子小星星。12月20日是小星星的一岁生日，陈妍希发微博给孩子庆生，特意发布了儿子的照片，不过还是像往常那样用图案遮盖了孩子正面，保护孩子隐私。而陈晓转发了陈妍希的贴文，搞笑说，一岁了孩子，你已经不是小朋友了，要学会赡养父母，照顾家人了。一贯的幽默逗得粉丝哈哈大笑。从陈妍希公开的照片可见，小星星长得很壮实，肉嘟嘟，非常可爱。他在生日现场乖巧地摆弄玩具，这一张应该是妈妈偷拍的吧。虽然小星星从来没有公开露面，但观察一下这个做工精致的小男孩，有没有发现其实他跟陈妍希有几分相似。换言之，其实小星星的真容更像妈妈。